季本日下午三时后，我市将遭遇强降雨、雷暴等强对流天气。因为在我们调查研究的过程中，发现桥下可以看到的是，连日雷暴雨已经造成桥下积水严重。而且我们已经进行强制作业，恢复交通前，一定不要贸然驾驶汽车、电动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。前方右转，进入速度右转。下面我们。喂，哎，地铁停运了，我刚出地铁站。外面打着雷又下大雨，你和小凯待在家里面，我现在走回去，听得到吗？喂，手机怎么回事啊？快看花子！浙江省公布在今日成立，并听取专家级的意见及建议，防止事件多项及自然。现在全程搭停电区。哦哟，还有地震线，我听人家讲了，所有的车都用不了，大胆哦。以前都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呢，就怕再来点什么异样哦。哎，老陈，你看外面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出来的人被吃掉了，他就要过来了，你让开，让开啊！搜索前进。请点出方向，方向目标。目标六室，收拢队形，防御锁敌。换弹枪。注意四周动静。快醒醒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地震了？不是地震，大家先警戒。
这又是一个新情况。灾害事件发生以来，全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恩师的受灾同胞。对此，我们决定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，用尽一切办法，不计成本，不计时间，对恩师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天候饱和式的救援大会战。报告前指，这里是洞管，我部即将抵达开路区域，完毕。报告前指，我是洞洞幺，我部已抵达第五区域，完毕。